3月23日，陈可辛的创业作《十月围城》由八大影帝聚首，12位一线男星加盟。电影公司今天在香港电影投资会举行新闻发布会。陈可辛、陈德森主演，甄子丹、谢霆锋、胡军、任达华以及范冰冰等著名影星均有出席。这次发布会仍未宣布孙中山的扮演者是谁。谢霆锋在片中要扮演一位光头的车夫，为了拍好这部戏，霆锋甘愿为艺术牺牲。他认为好的演员一生中一定要不顾形象饰演一次光头的角色，很特别。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拍过这样的古装戏，那也是第一次剃光头。但是我也其实我也等了这样的机会很久，因为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演员必须得在他的演艺生涯里面剃一次头。甄子丹的搭档从赵薇、熊黛林到范冰冰都是圈内数一数二的美女，他认为每位演员都有他特有的魅力，关键是要看他们在拍戏时如何通过演技充分演绎出自己的美。漂亮的女人都好像花一样了，每朵漂亮的花都有她的美的一个地方嘛，有她们独有的一个特质在里面。那么所以最终还是要看角色他们怎么让他的演技把他的美发挥出来。